这个阿宪到底出去耍？拜托，领导你是要安怎？总裁要安怎？我代志包装，我得要走啊！伊就是一个冤家尔，真正出钱的是阮的。阮才是上大股啦。发生一挂状况，这资金的流向都无去啊。台币七百二十二的资金，你想要套得起，真困难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到拜五，暗时8点，天之娇女。 我被老公哦，我只好把阿宪害落门出来，今嘛说，哎，我要去解决阿宪。你若阁继续丢毒咯，就真正去抢公共些时间咯。金额不唔对，你开始汇款。牛金川，我爱你家只的不义之财，全部拢吐出来，元素也赔罪。这声有人要哭，无目屎。哎，唔是我要害你哦，你以后莫来找我。报告总裁，阿宪已经去找阎罗王啊。 你是最好小员啊！快走！这边咱会用顺利来躲过这个难关啊！总要感谢戴尼克先生。你敢会感谢了唔对人啊？真正出钱的是阮的。领导你是要安怎？总裁你个讲，我代志办妥，我就要走啊！总裁是答应让你走，唔对啦。但是遐你走已经走太晚啦。我即马是替瑞亚好倒转来尔，因为你霸占应酬伤久啊。 即卖王做主，袂错哦，你写个清清楚楚，顶头无恁三个人的名，要算像是大股东，嘛只会当由我来代表。啊，这戴尼克敢若徛伫咱这边，规日即卖哦，应税大部分的股份哦，拢伫我甲杨总裁手内。啊，这120亿等于是天顶落来，所以是天公伯啊，回复呢，不是你。戴尼克回归的过程，遐钱已经骇客，规日去王总裁私人户头，不是勇士集团。